哇，这也太仙了吧！乘坐八号线虹口足球站一号口的扶梯，上升的过程是如此美妙呢。魔都最美地铁站，开往春天的樱花专列，每年三月中下旬，足足170多棵近20年树龄的樱花树，能看到一大片如云似雾的染井结野樱，壮观到爆，美不胜收。大家坐等最佳观赏期的到来哦。